透过每一年的登山活动，我们坚信登高必能望远，每个毕业生往后都能带着学校的祝福，面对未来的学习阶段，保有毅力，克服困境，就能鼓起勇气面对挑战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爬合欢山的北峰，那我们是一个团队，就是永不放弃，然后也要等待落后的队友。那个温度一直下降，使我的手脚还有那个头就有点冻伤，然后头有点痛。会不会又想放弃？有时候会，但是有同学和老师的支持和鼓励，使我可以爬上山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